啊，这当属于生根性的植物。你一路我前面顶了我管超一半千多米地，抓地力相当的好啊。所以老师人家讲，哇，这就是恁的宝，这嘛阮的宝。所以讲地动了，阮就变成考试顶的点。这丛嘛种十几年啊，十几年是安尼尔吼，四五十年安尼，十步就要往里面行出来，都百二十年，吼安尼尔，人咱就是人，知道无？来讲哦，我头听啊，这认定哦，种三丛，就像你 KTV 咧种三丛，安尼尔，一百株啊所在，这三丛种咧，甲这株啊株啊发代志，已经就差不多拢过六十年啊啦，安尼啦。那即阵啊，落来时阵哦，下尾田拢无叫大水流去，相当土地的守护神啊，还是咱的政府你知无？吼，哦，伊做些洞口树，下面都帮起，有没有噻？事实上来讲，那种济咯，来讲洞满山。槟榔树的后果是什么样？槟榔树是前根系啊。对啊，所以自己害了自己。不是自己害了，是人类自己害自己。人类嘛，你想讲你知无？槟榔是在整个东南亚，它是相当好浅根作物的一个吸水的，功能性最上好的。那个地表的都有地表植物，浅根性、中根性跟深根性。台湾下那路一个好土方啊，就缺乏深根性的植物，就把它破坏掉了。啊，台湾的树啊，台湾的溪下那讲流流都无水，它就没有办法。把那个水阴养在那个土壤里头，再讲大雨来真济，最大雨无水啊。嗯，对。我讲台湾的溪流都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，哎，弄起来呢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就是缺乏生根性的植物。要多种生根性。但是生根性的植物，如果说你有地表植物在整个配合里头，告诉你哦，相当好的水资源。所以我的水哦，假出来提一杯，没出来提还剩，搁下咱行过，搁不断的行清水宫的，咱住的清水民宿的边啊，就是。夏天前都是小朋友在玩，刚才一句的形容，那是普水钓的，拢是囡仔底下在生水呢，哎呀，相当棒的，又安全，好。这个比例哎，所以伊就两叶，一种营养叶，一种环子叶。它的调调叫做营养叶，一根豆，豆插在你们跟我讲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哦、哎，可以啊，那一插浇水就补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不是说这个不能在主体上吗？为什么？这不能断，这是公有的活动中心名店。活动中心都不要紧哦，为什么？啊、你人断，你这个。一个一年要几个人在咧吃？哎，是恁家咧一年三百六十天住伫遐咧闹啊？奈对无？主体建筑咱人要住的，咱人要住着啊较烧热咧，就要这样，啊较烧热，较温暖，哎，会较阴。哦，那个太阴了，哦。好美哦，来，就是现在人在做一挂青蛙，啊，很棒，你看玻璃的。青蛙。纤维的。纤维的，纤维的。拍张。拍张。我在录影，我在录影。对对对，我可以帮你录进来，没办法帮你拍。哎呀，我都拍了。我现在没有手。哎呀，也没有手。你可以请别人一下。哎，我们小米特喜欢青蛙哎。文涛哥是喜欢青蛙，他是老板啊。老板啊，他不连老板，我喜欢看谁？他先去而已。老板，你今天他屌了，他喜欢你啊，大嘴都爆爆了，紧紧的。对对对，他没。我也喜欢。嗯，谁屌？这间的地盘做了够水的，搁下咱来进来看有开无？
种这拢吼日本的啊，用这個。有感动啊！先生，我觉得，你们这里漂亮是漂亮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整体规划。如果说你们可以找那个艺术家来跟你们住在这个地方，帮你们做规划，不是有艺术的气质。我们找艺术家。有。有啊。二杯茶不能吧？你去吃好了，我帮你吃。阿妹，我去吃。我来，你去吃啊！你去吃啊，不是你去吃。我这边来讲，我在本人有够好吃。哦，哎，你来了。来来来，啊，家是剩，带钱出来。带钱出来。对啊。好，老婆，大姐慢讲啊。出来了。哎，哎，脆渣子还有拢没脆渣。哦，本人哦，这个吃不了了，麦教你吃。哦，麦教你，麦教你，教你，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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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你，哎呀，好甜啊！哎呦，产品还没太好甜。啊，那个我不敢吃，那个又一道。你自己有在吃吗？啊，你有在吃吗？没有啦，我吃槟榔节，所以你是家听的嘛，对吧？哈，嗯。所以你不吃槟榔是因为形象的问题。啊？是因为形象。我炒的再起，再炒再出来。我昨吼，到底挑明外公吼，我要把这种产业吼，把它延伸出去，就是爱有人来常住，对不？常住。人来这住一礼拜、两礼拜，吼，啊，咱就介绍讲，啊，来这买青菜，嗯嗯，听到无？啊，买青菜提登去住，那就好啊，哦。像这种哈有机的哈，这一条里头相当的多。里面一个比较典型的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干式的厕所。上完之后咬15下，哎，然后哈，哎呦，糟糕，哎，来地啥？来地草坑。哦，你绑来时，那草坑的时阵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人家弄那水一冲就跑到那个花园池里头，这样比赛哈。啊，这种干式的，放完咬15下，那满的时候就把它拖出来哈，啊，把它做基肥。哦，哎，那追肥用什么呢？用我们厨余留下的汤，哦，用酵母菌就把它发酵放大，各在吸咱的本少，也在吸咱的通排水沟，哦，事实上有很多里头它是不用，对呀，嗯，那我这边规矩嘿。